加油，찬호加油，촬영하기전에加油加油。입좀닫으시죠입닫으세요女团 idol 近日在 YT 频道上分享了与成员们的回归打歌日常。吃饭时间，雨琦和 MINI 为了为什么要点炖排骨争论不休。MINI 认真解释的同时，雨琦就在旁边干扰，最后还被口气攻击熏倒。倒地的演技真的值得一座奥斯卡奖。여러분，우리갈비찜시켰어요。근데왜갈비찜이야왜갈비찜나먹고싶어왜왜왜이유있어야돼이유는왜어그냥좋아하면돼만나는그래안돼아사랑은안돼하나둘셋맛있어두번째사랑하나둘셋너무맛있어새로운데하나둘셋자가라짜요찬옥짜요촬영하기전에짠거잘못먹어요짜짜요찬옥했으니까이제짠거먹어도돼요짜요내일까지아직멀었습니다짜짜요而忙内舒华在休息时间准备睡觉，开启勿扰模式，大家不断给他盖上被子。睡觉之后，嘴巴不自觉地张开，雨琦看到不断给熟睡的他提醒，请他合上嘴巴。最后还是贴心的帮他遮一下镜头，是个贴心的姐姐呢。저기요이좀닫으시죠저기요진짜마지막충격인데저지금닫으세요입입닫으세요